参同人协会系同实践大学合作，适合的参同人研究的生命过程，推出的图画书《松本爱吉勇》，大部分介绍人的故事韩国图画，爱他家韩国认识参同人，特别本地的韩国大家支持和鼓励。土法都嘅内容，只叫基本嘅新法变动里片，绘本送本爱嘅入，画出前东进家庭都照顾红嘅辛苦。韩国有前东进人都新法红有几困难，少女嘅文字老新法嘅图感同你平住。他觉得里面的内容很感动，他很喜欢里面的内容。然后他先前也透过他的一些同样从事幼教工作的同学，然后也帮我们推广了这个绘本，让大家就是可以更多的孩子去认识这个疾病。今日来动到前东镇平友嘅生命过程，绘本巧妙嘅用图画连接平友嘅感受，和大部分书读各色嘅模式来讲前东镇人民沟通嘅重要因素。是切台好媒体传达设计好呢，实现每种创作，几乎本前动人协会内容，希望本台之家力量，每本喊他动人来认识前动人。所有我听得到的故事，在每一页里面去做呈现，那就叶子掉到脸上，其实就是病友连盖被子都会感到疼痛。对，然后当然就不要说就是没办法移动身躯，然后床单不平都会觉得不舒服这些事情，所以我都会就是尽量用动物之间它细腻的动作去处理这一块。到后期渐冻人就只有眼睛可以动，然后所以主要跟别人沟通的时候都是靠眼睛来叙述他想要说的话，所以其实整本绘本就是主要在着重在眼睛，然后想要传达给大家的情感。这样这个故事的两个主角大熊和小熊，其实更多的是隐喻或者暗示家人之间的互相的支持，那同时其实把它再延伸出去，就是整个社会的支持，不仅是亲子之间、亲人之间，那我们社会的支持也很重要。用绘本来讲前动人的故事，内容爽暖又爱内动人。创作的事实，老前动人协会每希望能摆绘本，就在那里做教育推广。韩国人买了用途，本朋友有韩下台的支持，每本大家继续关心前动人议题。下个新闻，蔡立辉、钱美姬台北报道。